众有跟大家讲，真的非常惭愧，惭愧，因为我非常战战兢兢的在用心管理这个艺术行业。我的噩梦还没有归去，新的又来了。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沉重，除了对所有伤亡的家属深深的致歉，我们也会对这次的车辆意外的伤亡负起完全的责任，赔偿金额也会优于同业。我们会检讨我们经营团队，我们会检讨改善，不能再像这样的新事件发生。除了赔偿伤亡者的理赔金以外，我们会另外组成一个小组，对这个案件，对这个车祸事件做整个后续的追踪和协助，协助所有的伤亡者可以走出来。我的心头的沉重，除了惭愧，悲伤，还有要向所有人说对不起。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么可怕的事件发生，我一直自我反省，担心我自己。从上次的车祸发生，我们公司配置了一个所谓的防磕罪后台管理。我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手机，集合的所有夜间所有异常的车辆。我很用心在做，可是发生这个事件，让我真的很无助，很无助。我惭愧到无地自容。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有的安稳而好的消费者。